1985年，陈省身回到祖国。这位国际顶尖的数学大师，以74岁的高龄出任南开大学数学所的所长。在这以前，他是用自己的成就证明，中国人也可以做世界上最好的数学。在这以后，他将以自己的成就和威望，用自己的关系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为他的祖国再创办一所数学研究所。他的目标就是要使自己的祖国成为一个数学大国，进而成为数学强国。他的目标是伟大的，但他毕竟已步入不惑之年。按陈省身的说法，与他的数学生涯关系密切的好朋友在国内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同为世界级数学家的华罗庚。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两人进入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他们同时在这里起步，几乎又同时从这里去欧洲留学。抗战爆发后，陈省身于1937年回到祖国，华罗庚于1938年回到祖国。他们俩和很多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灾难的时刻要和自己的祖国在一起。他们一起执教于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他们都应邀去了美国，他们也都做出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是到了1950年，他们的轨迹岔开了。这一年，华罗庚回国了。归国后的华罗庚虽然历经坎坷，但他为新中国的数学事业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在艰难困顿的环境下，华罗庚虽然没能在数学的高峰上有新的创造，但他推广的统筹法和优选法被国际数学界称为为百万人的数学。这是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上第一次让千百万人在生活和工作中接受了数学的熏陶，在实际中运用数学的方法解决问题。但陈省身没有回来。没有回来的陈省身成为现代微分几何的奠基人，成为古老的几何学历史上又一个划时代的人物。此外，他还在数学和物理之间创造了美妙的结合。1981年，陈省身以自己的成就和威望创办了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1984年，陈省身荣获国际数学界最高奖沃尔夫奖，理由是他对整体微分几何的贡献影响了整个数学。他就不仅仅是在微分几何方面，他又深到代数里面，又深到函数论里面，特别是深入到微分方程里面，把世界上各门数学里面最核心的部分到处都有陈省身的印记。陈省身的成就是辉煌的，他成为国际数学界敬仰的人，但故国难忘。1972年，中美打破坚冰，陈省身终于回到了阔别23年的祖国。他在北京与华罗庚重逢，他们两对夫妇照了这张合影。在生他养他的祖国见到曾经朝夕相处的老友，相信陈省身的内心是复杂的。几十年来，由于他的存在，世界数学研究的中心由欧洲转移到了美国，而他也无可争议地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他一生是爱国的，他从没有要求在美国住一辈子。在美国的成就越大，他就越惦记祖国。今年72岁的张殿胄是一位数学教授，经历了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数学权威的狂热年代，走出文革的他开始反思研究20世纪数学史。这时他看到了大洋彼岸的陈省身，
他用20年的时间为这位杰出的中国人写了一本传记。他80年代回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内心有一种歉疚的感觉，他是以一种报恩的心理或者一种歉疚的心理，觉得我几十年没有回国工作，我现在要把我的毕生精力最后的这个事业放在中国，他认为是一种歉疚的心情来报答祖国。我跟他谈话，他是总是祖国祖国。自1948年底去国怀乡，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饥寒交迫的景象一直深藏在陈行深的记忆里。23年后的这次重回故土，竟使这个海外的游子热泪盈眶。从这以后，陈省身频繁地奔波于大洋两岸，他把自己生命最后的30年奉献给了中国的数学事业。读陈省身的人生是一条平直的大路，15岁考上南开大学，23岁赴德留学，一年时间就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26岁成为清华大学教授，32岁即完成高斯伯内公式的内蕴证明，奠定了他在国际数学界的声名。他一生没有跌宕起伏的大悲大喜，也没有罗曼蒂克的趣闻轶事，在很多人看来，人生未免有些平淡，以至于有人说给陈省身写传记很难。或许正是因为他攀登数学高峰的道路太顺畅太辉煌，他坎坷而丰富的内心世界被人忽略了。事实上，他所经历的百年中国是多灾多难的，多难的祖国怎么不牵动他的心呢？30年代，差不多是29年、30年，他在南开大学数学系念书的时候，从他家里走到南开来，要经过日本的兵营，这个。他一直是不记得，这个眼看这个日本的兵经常是打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啊，随便打随便揍，这个对他是一辈子忘不掉的，啊，所以这种对日本人这个抗日这种感情啊，虽然他是美国人，这点是一直是在他是扎了根的。所以我相信啊，中国要富强起来，要独立，要富强，这个是跟他当时的这个一个中国的这个受人欺负这个国家因为是弱，所以这个是有关联的。抗战胜利的时候，他担任了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的代理所长，筹建中国第一个数学研究所。陈省身办研究所很特别，他因洞悉世界数学发展潮流，明了中国数学与世界差距，提出了研究所第一要务是培养新人。他致函著名大学的数学系，请他们推荐3年内毕业的优秀学生，招收了一批年轻的助理研究员。陈省身数学生涯中第二个国内的好朋友是数学家吴文俊。这位88岁的老人当年就是那批年轻人中的一个，他视陈省身为终身的老师和朋友。当年陈省身把他安排到数学研究所图书馆工作，让他安心学习。一年后，陈省身找到正在图书馆看书的吴文俊，竟说了这样一句话：看前人的书就是欠了前人的债。你看别人的书就欠那些人债啊，这开头我弄不懂啊。这个看人家的东西跟自己考虑问题，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这个脑力劳动。你看人家的东西，你完全脑筋完全跟着人家跑啊。人家是说什么，那么你想办法理解人家这句话什么意思，
完全是被动的，现在要我主动的，我自己动脑筋。一个是这个你方向上面的这个转变，一个是你思想方法上面的转变。那时的吴文俊正沉迷于研究所丰富的图书资料，终日泡在书架之间，浑然忘我。是陈省身这句话点醒了他，影响了吴文俊一生。以后吴文俊成绩卓越，2001年他荣获第一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大奖。陈省身在大范围微分几何上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在数学研究所他却很少讲微分几何，而是选择当时在纯粹数学中起关键作用的代数拓扑作为人人必读的基础。他认为凡事必须从基础做起，急功近利，在文献夹缝里玩小聪明的办法不足为训。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是他创办的第一个研究所，35年后他创办了第二个研究所，美国国家数学科学研究所。在他74岁的时候，他又创办了第三个研究所，南开数学研究所。立遗嘱的时候，他是把南开数学所当作自己第三个孩子。在他去世以后，南开数学研究所改名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如果说他以前的工作是为了证明中国人的数学天分不比外国人差，而这以后的工作，他将要证明中国的数学也一定能走到世界的前列。他认为数学只要一张纸一支笔就能工作，而建造一个物理或化学的实验室至少也要上千万元。中美建交以后，很快他就差不多每年都来访问大陆。每次访问的时候，他给他的同学，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老的这个副校长叫吴达任，流露出来他很愿意为祖国效劳。我一听到这个，那当然这个是这个本来说了不大敢想啊，这个数学大师啊。传记作者曾经问陈省身怎么写他在国内的朋友，陈省身说写三个朋友，华罗庚、吴文俊，第三个就是胡国定。当年就是他代表南开大学到美国请陈省身回南开建数学研究所的。我这是副校长专程到他的大学里面去请他，他当时就说到落叶归根。华先生1985年去世之后，陈先生就更加觉得要回国来补偿他过去这十几年在美国所做的工作当中缺乏在中国本土的工作，所以他的贡献就是在本土工作。他是在南开大学工作，而不是说回国来讲点学。这个人就豁着干了，豁着干了，把他的全部精力豁着干了。南开数学研究所成立1周年，陈省身动情地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个75岁的老人此时此地怀抱着一个1周岁的婴儿是一种什么心情。在陈省身的主持下，南开数学所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这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研究所，每年邀请国内外著名数学家来做演讲。从1985年到1995年，11年内举办了12次学术年活动。每一年有不同的数学分支，譬如第一年是偏微分方程，第二年是微分几何，比如第三年是代数。一个学科一个学科一个学科，一共做了10年，这样的工作是打基础的。每一个学术年来听的、来听讲的是全国所有大学的数学研究生跟研究所的研究生，所以好热闹啊。上半年
是请全国的这个这篇方程的大专家，中国的专家来给这些研究生补课，补什么呢？就下半年世界顶尖的这个数学家，外国数学家来的时候一般听不懂啊，因为我们跟他差太远了。哎，中国专家前半年来给你补课，使得你以后啊，等到下半年外国专家来的时候能够接得上茬。所以呢，这是陈景深为了让中国赶上世界数学的步伐而创造的一种方法。亲历其间的人都说，这比出洋留学都好。留学你只能师从一个导师，而南开数学所却是荟萃了诸多的世界顶级数学家。凭他的名，这个声望，请世界最好的数学家来，给的钱不多，当时我们很困难，我们不能有很高的薪水来请那些大家过来，都是大家过来他们自己掏旅费。南开校园里的这所小楼叫宁园，是陈景深最后的居所。宁取自夫人郑世宁的名字。结婚60多年，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们都是相濡以沫。陈先生他自己是非常想回到南开作为天津的居民，但是陈夫人呢心脏不好，在加州他的旧金山海湾上有非常舒适的家，气候温和，不像天津冬天非常的冷，要开暖气，那边一直是比较温和，所以陈先生想回来，陈夫人回来是比较勉强。不幸的事情就是发生了，就在他们定居南开的这一年，夫人因心肌梗塞去世，她走得很突然，是什么诱发了心脏病？是劳累，还是北方的寒冷？或许加州的气候会更好些。陈先生非常怀念陈夫人，我想他内心一定觉得很对不住他的太太，在回国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但是他非常坚强。他的司机告诉我，陈先生是几天不说话，在太太去世以后他几天一句话都不说。陈景深宁静淡泊，不计名利，他依然徜徉于几何之家，他依然在好玩的数学里倾注了全部的精力。所有这些东西你一定要做得多了才比较熟练了，对于它的奥妙有了解就有意思啊。所以你比方说在厨房里头炒菜，你这个菜你去炒个木须肉，你就这个菜炒了几十年以后是了解的比较是很清楚了啊。数学也这样子了，有时候有些个工作一定要重复才能够精，才能够创新，才能做新的东西。他生前多次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数学好玩，数学它让我快乐。90岁了，他还在为南开的本科生讲授微积分基础课，他引导着学子们领略数学的奥妙和快乐。我想因为这个原因，数学在科学里头有个基本的地位。这个好玩是素养，是一种文化，所以我觉得他好玩这个字眼呢是说得非常的贴切。至少在当今我们数学还不被大家都觉得好玩的时候，他提出这样的目标，我想可以对后代的人了解数学文化有了一个坐标，
就不仅仅是枯燥困难，它还有好玩，还有使人能够得到更高文化修养的这样一个目标。我想这它是一个非常睿智的有远见的一个说法，我想它会我们影响今后的几代人。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100多年来第一次由中国主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2002年，在陈省身的努力下，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陈省身出任大会名誉主席。这是具有100年历史的国际数学家大会第一次在中国举行，有12位中国数学家在大会上做了报告。这是中国现代数学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今天中国的数学和先进的国家相比仍然有着相当大的差距。现在还打不出亚洲，像打踢足球踢不过韩国日本，现在我们的数学还不如日本啊。但是呢，这个20年来大大的进步了啊，不过进步到现在应该说也还是要总的来说跟日本恐怕，当然人数是比他多，这还算是数学最强的，恐怕物理化学这个实验的条件不如他们。数学大国那很简单，中国人那么多，搞数学的人当然多了，要成为强国这个才是真的。现在我们中国强国还谈不上。陈省身先生也是说是21世纪中，不是现代，现代还谈不上，强国还谈不上，还要继续努力的。陈省身当年回国后，提出要做数学大国的目标，是为了做数学强国。去世前一天的早晨，他和同事还在讨论数学的工作。他对中国成为数学强国充满信心。他为实现这个目标有计划、有办法、有策略，他全然不顾已经年迈。他就说要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要能够有创造性，能够做别人做不出来的东西，那就必须搞新东西，不能在老的人家已经搞得很成熟的地方，你也去做一点点小的枝节的推广啊，做小枝节的小创新。他希望中国有大的创新。他在1985年数学所成立大会上，最后他我要为南开数学、中国数学鞠躬尽瘁死而已。81年的时候说过落叶归根，在这时候说过鞠躬尽瘁死而已。他平时这种话都不多说的，不，这个话有分量啊。2004年10月28日，南开师生为著名数学家陈省身庆祝93岁寿辰。行了吧？好吧。生日的第二天，陈省身公布了关于6维球面上负结构的问题的最新研究进展。这是困扰国际数学界整整50年的一个难题，但没有人料到，这篇论文竟是陈省身一生数学研究中最后的乐章。35天后，陈省身在南开校园里他的几何之家中去世。他去世之前大概2-3个礼拜吧，我就到南开去拜访一下陈先生了，精神好得很，还谈到他正在从事的就是一个50-60年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他预备打算怎么样子下手啊等等。过了几天，忽然胡国定打电话给我，他说陈先生去世了，用脑过度了，他一天到晚就在数学里边考虑的，都在数学。他甚至失眠了，他是为了想问题啊。我们专门有同志照顾他生活的，后来回忆啊，
哎呀，陈先生，这是这两天失眠啊，我想问题啊。数学是很有意思的，永远做不完的。我的生活跟数学混在一起。这块黑板不是在教室里，它挂在陈景深南开寓所的客厅里。陈景深曾要求新建的数学楼连走廊上都应该有黑板，他认为数学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陈景深生前留下了这样的遗愿，百年之后，他的墓地不留坟头，不竖墓碑，只立一块黑板，供后世学子演习数学。再过几天，南开人就将在陈景深安息的校园里竖起这样一座独特的纪念碑。